打炮太吵，高潮太久受伤，都报警。阿俊啊，现在民众报案真是越来越无厘头。什么案件呢？就连打炮太大声都打来。有人在打炮，你们不管吗？哈哈，那值班同事怎么回啊？就很镇定说，如果太大声妨碍安宁，我们会去劝导。这有就算了，竟然还有人打来报案说高潮太久受伤，需要119。啊，什么高潮太久，根本是炫耀文嘛。我们警察又不是超人，还有求必应呢。哎，去巡逻吧。